爷爷，弘历今天来叩见您了。自从爷爷当年在畅春园把这孙儿的手一天一笔整整写了81天，写下了“庭前杨柳”。 珍重待春风，到今天，整整80年过去了。孙儿接掌大位以来，一天也不敢忘记爷爷谆谆的教诲：客宽客仁，黄剑岂有忌，唯精唯一。 道基于绝功，蒙爷爷在天之灵的关照，孙儿在位60年，总算还可以。不管怎样，大清依旧是天下第一。在位60年，做了不少事儿，成就了十全武功。 编纂了《四库全书》，现在天下人都称孙儿是十全老人。孙儿心里明白，好些事儿还是没弄好，主要还是。 您当年一直忧虑的吏治腐败的顽疾，这人心不正、不好是最根本的麻烦。但愿我爱新觉悟的子孙，将来有一天能想出个办法来。其实。 孙儿有时候也挺严的，对一些非辱毁圣、诅咒诋毁我大清朝廷的文字和书籍，一律给予了严厉的惩治。也许是太严了一点，下面的人往往又吹毛求疵。在乾隆46年以后。 孙儿也就不提了。孙儿登基以后曾说过：“党政不与圣祖60年。”眼前已到了实现。原先曾立过皇二子永琏、皇七子永宗。 作为皇储，可是他们不幸都在很小的时候先后谢世。现在孙儿已立下了密诏，传位15子永琏，比较其他的皇子，他还是好一些。 是现在就归正于他呢，还是暂不急于禅位？孙儿心中不踏实。今天拜谒在圣祖灵前，祈圣祖给孙儿一些启示。 一些电波。
只点好，八只点好啊。扶着点好，把着点好。听见什么了？回皇上，没人说什么，也没人梦见过什么。不过奴才刚才在进院子的时候，听见有人说扶着点好，把着点好，不知道是谁说的。谁说的？不知道啊，很清楚。皇上没听见？刚才高渊从大气不敢出的跟朕说扶着点好，把着点好，你还没进院子，你怎么听见了？可奴才可是听得清清楚楚啊。Thank you.
朕登基之初，即焚香默祷上天，若蒙眷佑，在位60年，即传位子嗣征缅返京之时，朕也曾公开晓谕众臣，60年朕当归政，60年来景运磅礴，版图势阔，五代同堂，实为史册罕见。朕今日宣布，归政于15子永琰。万岁！万万岁！万万岁！